我这么毛泽东啊，我扇你一巴掌，我再扇。我扇你一巴掌。你这一坏，那就是在这玩游戏，天天在玩游戏。我让你说我了吗？你配吗？你还跟我这样说话？我什么身份？你什么地位？你闭上你的狗嘴！你再这样说，回你的房间去。又在玩游戏。今天学校作业做了没有啊？做了。我这样说话怎么了？那我是不是也要纠正一下你是怎么说话的？上来就说我，我让你说我了吗？你这一坏，那就是在这玩游戏，天天在玩游戏。我让你说我了吗？你配吗？我怎么不配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不配？你有多般配？你还跟我这样说话？我什么身份？你什么地位？你配吗？你什么身份？你告诉我，你什么身份啊？我读书的，你去读啊。我关心你问了作业，你也说我问了，我不问你，你也说我没关心你的作业。我有说让你关心了吗？你要搞清楚状况，连怼人都不会怼，干脆别说话了。那请闭上你的狗嘴，你再这样回你的房间去。你这是无可救药了，我说你。你要觉得我无可救药，那就无可救药了。我觉得我自己还有救救权。